5两金砖。元宵节快到了，许多宫庙祭出特别活动。澎湖的大赤坎隆德宫就准备了29,999张摸彩券，其中最大奖就是快艇一艘。这一艘长度10米66的快艇，价值大约200多万。有民众慕名而来摸彩券，一口气就买了15张。你要有游艇啊？嘿、hey, ，你如果抽到的话，你要怎么用？开出去钓鱼吧。哎，人家都用车子，还要用不一样的。因为船，去年是抽到订单，啊，今年是造好的在这边等，这样。抽到游艇不用等，马上就可以办理过户。不仅如此，在澎湖的显记店也有摸彩券提供民众购买，只要抽中头奖，就能抱回价值38万的5两金砖。我今年特别做了。这个东山再起的金砖，哦，是纯黄金的，哦，我们也做了一个1两的，还有一个2两的。庙方表示，这次的奖项多达1168项，民众试手气，除了用摸彩的方式，还有不少人把杯问天意。台中龙井天公庙特别举办了一个把杯闯关活动，只要连续丢出5个醒杯，就能获得999纯金的小金龟一只。各大庙宇纷纷砸重金吸人气，也为元宵节增添不少乐趣。三立新闻官网与黄世涵。